这本是一段杠精 solo 的故事，但结局却出乎所有人的预料。在第五人格一场普普通通的游戏中，人图双方博弈激烈，魔术师冲屠夫做了个嘲讽的动作，谁知暴躁老哥屠夫盯着魔术师穷追不舍，身处无敌点的魔术师自然不慌不忙。本以为屠夫镜头一过就会放弃，没想到这货居然杠得如此耿直，一分钟两分钟，游戏输赢无所谓，今天不抓到你难解心头之恨。魔术师的队友可都笑开了花，抱着电击修得不亦乐乎。 2000 years later， 眼看着别的求生者陆续逃出庄园，魔术师的心里却心疼起了这位屠夫。在确保其他队友都已逃走的情况下，魔术师决定牺牲自己成全这位执着的屠夫。他放弃抵抗，站在狂欢椅旁，闭上双眼，等待着被击倒的时刻。看着屠夫手起刀落，魔术师玩家的脸上也露出满足的微笑。正当他准备退出游戏的时候，令人意想不到的一幕发生了。屠夫并没有将他捆上椅子，而是牵起魔术师朝着庄园大门的方向走去，心中恩怨已解，何必赶尽杀绝。